他，那你告诉我解决什么问题啊？我想让妈妈阻止你尽快康复，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啊好啊，哎、啊啊，我看到一个白色的鸡啊，一个白色的鸡、啊、好像在抖啊，看得清我的吧？你现在我看到一个白色的鸡啊，是个母鸡、啊，是个母鸡啊，在抖啊。一个母鸡在抖啊，我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在抖啊，母鸡一直在抖啊，我看到那个母鸡一直在抖啊，然后那个再看看是那个母鸡住在一个那个像是一个餐厅的招牌上了嘛，一个母鸡啊，像住在那个一个饭店的那个门外的那个招牌嘛。好像这个鸡啊，就是刚才那个白色的母鸡啊，然后就到了上面去，但现在不是白色的，变成那个金，那叫什么？褐色还叫什么金色？叫还叫金黄色？就是也是偏深一点的一个鸡啊，在一个灶台上面，一个鸡啊，头到这边，头向左边，有个鸡啊，在一个餐厅的那个灶台上面，一个鸡啊。那个鸡啊，那个鸡的时候啊，他说我在里面做梗啊，他说我在里面做梗，那个鸡啊在说，他说我在这里面做梗啊，好像是个餐厅的、啊，好像是个餐厅的、啊、那个鸡啊，刚才不是在这里一个白鸡嘛，现在呢我嗖，它都跑到上面去了，但是颜色变掉了，我看看我有没有这样的颜色，我这边是没有对应的颜色，那个颜色我还是正难找的，我这边还不一定有这个颜色，就金黄色，反正有点像这个呢，反正有点像这个金黄色一个鸡啊，有点像这个，当然不是这个颜色，反正有点接近嘛，就头对到这边了。你那个书可以去的。啊、哦，那。就是反正就是那个金黄色的一个鸡啊，金黄色的那个鸡啊，刚才我明明看到是个母鸡嘛，到了上面一个变成一个公鸡了，公鸡也不像公鸡，母鸡也不像母鸡，反正一个鸡啊，那个鸡啊在那个上面，他说我在里面做梗了，我在里面做梗，做梗的意思知道了吧？捣乱的意思啊？知道。啊，我在这里面做梗啊。那个鸡说，你还没天天想着吃我。天天想着吃我，你那个灶台上，你那个灶台上有没有住了个鸡啊？反正有个鸡在那边啊。他说你那个想要吃我，你想到要吃我。我跟你讲嘛，我现在不是品牌升级以后，我做了一个凤凰在那个乐福上，不是鸡。啊、哦，不是鸡，难怪。但是这个 logo 是今年下半年才开始用的。啊。那个金黄色的，有点褐色的，褐色的金黄色之间的，反正我看上去就我刚才不是说了，我说既不像公鸡也不像母鸡嘛。那就是凤凰了。啊、哦，那凤凰哦，他说在里面做梗了，他说在里面做梗了，他说在里面做梗了。你说什么叫还有一个电话？另外一个号码？不，你现在能看吗？我的那个微信头像？我那个微信头像上有你的头，但没有鸡的头啊，没有那鸟的头啊。有一个凤凰。啊，我只看到你的右下角有。左边。左边上面呢、啊？没有啊。凤凰啊！我真的没看到凤凰啊，我还不知道那回事呢。贵州院几个字是往下的嘛？就三个字嘛，然后你的名字。没有凤凰吗？我上面没有凤凰，哎，那我给你看，看到吧？看到。没有凤凰吧？这个上面没写，但是我一般的、啊、有的。哦，
反正那个，啊，反正呢，就像个鸡嘛，就像个鸡，又不像公鸡，又不像个母鸡啊，它是在里面做梗的。哎，我爱你好，太亮了。它是在里面做梗的，它是在里面做梗的，然后哗一下子从那个灶台上下来了，那个灶台上下来了。他说那句话，你不知道我是天上来的，这哗一下子就下来了。他说："你不知道我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就拍，就拍到你妈妈脸上去了，感觉那个翅膀就特别长啊。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从天上来的吗？"然后一拍一拍那个，本来翅膀是一样长的嘛，你知道吧？本来翅膀是左右一样长的，他那右边特别长，现在不看过去，右边特别长啊，就那个右边那个翅膀就拍到你妈妈脸上了。看得见的我的吧，看得见。哎，拍到你妈妈脸上了。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天上来的吗？"那你去回应一下，我现在知道你是天上来的。我现在知道你是天上来的。啊，因为我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慢慢看下去啊。啊。他那个翅膀，你看你的那个妈妈的脸呐、啊，主要是拍在那个你妈妈的这个是右边脸上，就这样，拍在你妈妈右边脸上，主要是。拍在你妈妈右边脸，主要在右边脸上，她的那个，那个凤凰，反正那个鸟了，那个鸟啊，右翅膀打在你妈妈的那个右边脸上。我这个长镜头给你看啊，这个场景啊，就是这个像在你妈妈头在这里呢，头在这里。然后那个翅膀啊，它这个翅膀啪啪啪啪的打在这个你妈妈的那个右脸上。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从天上来的吗？"你赶紧说："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你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哎，我现在知道了，你从天上来的。啊，我现在从天上来的。哎，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从天上来啊，有个本事啊，可以把你妈妈从人间隔绝开。"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有一个本事啊，就可以把你妈妈从人间隔绝开。"啊，明白意思吧？就从人间隔绝开，就是说不在我们这空间里了。啊。把你妈妈从隔绝开，你赶紧你说对不起啊！哎，对不起，你说对不起，我也太大胆了，居然把你天上来的东西抓到我们厨房来了。东西也抓到我们厨房来了，哎，你继续说这句话。对不起，我也太大胆了，我把天上来的东西抓到我们厨房里去了。啊，对，对不起，我也太大胆了，我把天上来的东西也抓到厨房去了。对不起，我也太大胆了，我把天上来的东西也抓到厨房里去了。啊，对，一边在说的时候，你这个是谁想出来的？这个凤凰。啊，你我们做品牌设计的啊，北京的，你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呢？我随便问问哈啊。参与了。啊，参与了啊，我随便问问，因为我。我要认可这件事嘛。啊。然后你继续说刚才那句话。对不起，我也大胆了。啊。我把天上来的东西也请到厨房去了。哎，也抓到我们厨房去了。对不起，我也太大胆了，我把天上来的东西也抓到我们厨房去了。啊，对。然后因为那个他把天上的东西抓到厨房去以后，他就一直拍你妈妈的脸啊，就拍到右脸的时候，人家拍的过程当中已经把你看到这个拍的时候，你在这里拍嘛，下面你在这边看嘛，他这个边这样打在你妈妈的那个右边脸上，他抬上来的时候不是把整个脸都盖住了吗？明白吧？他一直拍嘛。所以你看不到你妈妈，看不到你妈妈，明白意思吧？这个是意识层面的，就没办法同你妈妈沟通了。她在那边拍，把她挡掉了。她在这边拍的时候，抬起来的时候你看不见了嘛？她一直在拍你那个，一直拍你妈妈那个右边脸呐、啊。你赶紧对她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这是我，你说这我是明知故犯了。
这是我明知故犯。对不起，这是我明知故犯吗？然后你，对对，这是我明知故犯了。你说我，对不起，这是我明知故犯吗？对，然后你说我心里是想到不应该这样。我心里是想到过不该这样。哎，我心里是想到不该这样。想到过不应该这样。哎，我心里想到过不应该这样。然后，对，我记得我就看到你看到你妈妈脸了，你希望你希望和你妈妈也能够面子上能沟通起来嘛？你一过来，他就拼命那个酸了，拼命那个酸你妈妈那个脸了。你一过来，他那个他的翅膀就扇你妈妈的脸了。你继续对他说对不起，我太大胆了。对不起，我太大胆了。对，刚才翅膀在这里，然后你的脸能慢慢转过去，看到他的头啊。看到他的头啊，看到他的头啊，你对着那个头说，对不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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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小看你了，我太小看你了。对，这个小看的意思就是他的头很小啊，他的头很小嘛，虽然翅膀大，但是头很小，所以呢，你看到头不大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把他太放心上。如果看那个老虎，我肯定就不。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啊，整体大嘛，你可能就不会考虑了。你当时就想到这个头不大嘛，就小看他了。你说对不起，我太小看你了。因为我们家姓凤嘛，所以就想了一只凤凰。难怪。我们小看你了。对，所以我看到那头小小的。我们的翅膀还作为我们的吉祥物。你然后。对不起，我太小看你了。对，对不起，我太小看你了。对不起，我太小看你了。对不起，我太小看你了。你然后说，你应该是属于天上的。你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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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天上的。不应该困在我们的厨房里边。不应该困在我们的厨房里面。不应该困在我们的厨房里边。不应该困在我们的厨房里面。然后呢，那个不知怎么回事啊？我看到那个，应该餐厅啊，有一格格那个仓库，有一格格格子啊，有一格格的，好像一格格的。你说我现在挂啊？货架呀。是仓库上的那个仓格仓。架子。对对。就装货物的一格一格的这种货架。哦，那是货架是吧？对。难怪我看到那个。你对他说啊，我现在把那个仓库打开。现在我把仓库打开。我现在把那个仓库打开。现在把仓库打开。对，你说啊，你应该回到天上去。你应该回到天上去。对，你说对不起，我一直让你在这里闻我们的油腥味。对，有让您在我们这闻油腥味。油腥味就是你炒菜出来的味道啊。你说我应该让你回到天上去啊！我应该让你回到天上去。我应该让你回到天上去啊！我应该让你回到天上去。然后你说，你是属于天上的。你是属于天上的。你说我，然后你说，我们纸片啊，这上面放了一个母鸡啊。明白了吧？我不是一上来看到一个白色的一个母鸡嘛，然后我说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上来变成一个又不像公鸡，一个不像母鸡，一个褐色的，也不知道金色的，反正我很难描述这个颜色啊，不是同时出现的嘛。然后你就那个走了，你让他走了，走了以后呢，你就放个人间的，你要放一个人间的鸡啊，放在上面标志啊，丑就丑一点，那个才是人间的东西啊。行不行？啊？我什么都不要。对，当然那是更好。那我们家先顺着这个走啊，因为现在不知道情况嘛，现在不知道情况，因为一上来就看到那个白色的母鸡在这里嘛，所以呢，我包括我刚才啊，我没带我的意念啊，如果我自己的意念呢，我肯定叫你不要什么也不放了啊。但是因为我看到鸡在这里嘛，所以你先把那个鸡放上去啊，把那个白色的鸡放在上面去啊，你说啊，
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人间人，人间的人。哎，我们只配同鸡打交道。我们只配同鸡打交哎，对，我们不配同天上的打交道。我们不配同天上的打交道。对，那个招牌上，就把那个刚才一个凤凰啊，让它走了，然后一个把鸡盖在那边，放在位置上。啊，这个意思，先让你考虑到底放不放的问题啊。应该要把那个信息要盖过去，应该是。你就对着那个鸡说啊，我们是般配的。哎，我们是般配的，我们是般配的，哎，我们住在人间，哎，我们住在人间，哎，我们住在人间，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把那个人间和天界先分开啊，就是那个凤凰现在走了，已经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你现在看你的妈妈，现在看你妈妈，你看得见你妈妈脸了。你要揭穿这个事情，你对妈妈说：“妈妈呀，你好像是天上来的呀。妈妈，你好像是天上来的呀。”啊，妈妈，你好像是天上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拍，就是那个，对，翅膀在那个挡着的脸，挡着的脸，你现在看得到了。但是你脑袋里意识到了，你妈妈不是一般的人呐。哎，你对妈妈说，哎呀，你是天上来的呀，你是天上来的呀，你是天上来的呀，哎，你在我们人间够受苦的了，你在我们人间够受苦的了，哎，你的好朋友一个一个来都来看你呀，你的好朋友一个都来看你呢，哎，你的好朋友一个一个都来看你呀。你的好朋友一个一个都来看你呢。但是你是我唯一的妈妈呀！啊，你这个时候就很感动啊！你说妈妈的，我知道你是天上来的，但是你是我唯一的妈妈呀！所以我很想让你留下来呀！哎，对，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很想让你留下来呀！虽然你的朋友总是在想把你接走。带你到天上去，但是我舍不得。嗯，我们已经相互陪伴了几十年了，你再陪伴我20年吧。嗯，我们家里离不开你。哎，我们家里离不开你。现在我知道你是天上来的，我们家里离不开你，我也舍不得你，哎，还有那么多人呢，你再陪伴我们20年吧，让我在20年当中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对，我一直盼着你醒过来陪伴我们。虽然这个人间呢充满了苦难，但是我还是很舍不得你。我还是很舍不得你。你说未来的路长着呢，哪怕过了20年以后，我们将来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这20年陪伴着我们。这边呢，站在一个仙鹤，仙鹤知道了吧？那个仙鹤也实际上也不是人间的，我们看到的那是人间的仙鹤，实际上天上也是仙鹤，那天上的仙鹤也过来，就一个脚顶着另外一个那个，
那个他那个头就是很夸张的拐了一下子，在你妈妈的那个右耳朵这边呢，似乎同你妈妈在说话呀。那个天上的都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呀，天上都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小点子，他那个嘴巴就是那个脖子弯了一下，绕到我就是很夸张的一下，同你妈妈在说话呀，所以他同你妈妈说话，你在同你妈妈说话呢，他听不见了嘛。然后什你，么意思的哎，对，你订那个信鹤是吧？你订那个信鹤是吧？虽然你们以前一直是好朋友，像你们以前一直是好朋友，仙鹤。对，但是现在是我的妈妈，但是现在她是我的妈妈。但是现在她是我的妈妈，你一直咬着她的耳朵说话，一直说咬着耳朵她的说话，你一直咬着我妈妈的说话，搞得我们话都插不上。我妈妈也听不到我们说话了，你能不能借个我20年时间？让我的妈妈也陪陪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仙鹤听到了，听到了，它那个本来咬着你妈妈的耳朵在说话，它的慢慢那个嘴呀，它的嘴巴渐渐的从那耳道里出来了。他几乎真的咬着耳朵在说话呀，他就慢慢那个嘴巴就出来了，从里面。你对那个仙鹤说：“谢谢你，我会永远记得你的。”谢谢你，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我只是借个20年。我只是借个20年。20年以后。你们还是，你们还是可以做朋友。20年以后，我再也不会占用你们的友谊。这么一听以后，那个仙鹤听明白了，他往后走了一步了，他往后退了一步了。你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不知道你们的关系那么好。如果我知道你们关系那么好的话，我也不会投胎让她做我的妈妈。这辈子既然她做了我妈妈，我希望。现在能让妈妈陪伴着我。那说了以后，那个仙鹤又往后退了一步，又往后退了一步。那仙鹤又往后退了，他也舍不得。他们好像像姐妹一样的，好像是姐妹一样的。你对那个仙鹤说，我也知道你们关系很亲。就像姐妹一样的，但现在她是我的妈妈，我不希望你爸爸妈妈夺走，然后她又往后退了一步，她又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你对她说谢谢你把爱让给我。说完以后，他飞走了。你刚才没看到是吧？我把他转过来了。飞走以后，后来像一群那个像那个一群呐、啊，都小仙鹤呀。他一
他一走以后，其他小鲜肉一起跟他走了。这边的那个鲜肉做到那个熟不熟悉呢？但是呢，我刚才看的时候只看到大的，没看到小的。当他飞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下面，他一飞走以后，下面一群啊，小的都跟着他一起飞走了。所以飞出来的时候，我才看到还有很多很多啊。对，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个事，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因为，嗯，因为我说了一个夫妻以后，我怕他不要放，你知道吧？所以呢，故意用那个姐妹这个词，故意用了姐妹这个词，他就不好意思再争了，不好意思再同你争了，你知道明白意思吧？啊，他如果说你说了个一说夫妻以后啊，他就觉得有道理，他就不会让给你了。嗯，对，现在我看到的，我眼前看到的那个一片那个，就像那个这边是沼泽地啊，那个是水面的、啊，水面的那边，实际上那些仙鹤啊，很多的仙鹤把你妈妈抬到那个水面上，实际上你妈妈现在我看到的场景呢、啊，不是躺在床上，实际上是躺在那个水面上了、啊，躺在水面上，全部那个。周围都是那个仙鹤呀，不是，现在我再看到那个，再倒回去看刚才的场景吧，因为刚才我只看到一个大的嘛，现在我再回放一下看到那个小的，就是因为刚才没发现小的，现在我再仔细镜头拉回去再拉回到刚才的那个镜头里面看看那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是在湖面上，你妈妈躺在湖面上。湖面上很多很多那个小的那个仙鹤啊，嗯，因为最初的我只看到一个，后来飞起来以后我看到小的了嘛，看到小的以后我再就向他走近了以后一看呢、啊，原来你妈妈是在那个，在那个湖面上啊，都是那个仙鹤陪伴的呀。然后你从内心说句话哦，这一幕啊也是很感人的。这一幕也是很感人的。这一幕也是很感人的。对，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对你妈妈来说，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同样是幸福的，但对你来说是不一样，对你来说不一样。如果你妈妈在这个世界里，意味着你还有妈妈，但是在那个她去了那个世界，你就看不到你妈妈了。对你妈妈来说不一样啊，就是意义在这里，意义在这里。所以那些仙鹤呢？仙鹤是已经走了，但我眼前看到的还是那个场景呢、啊，就是定格在满眼都是那个小仙鹤的那个场景上呀。哦，然后你说，我的妈妈真是不一般。哎，我的妈妈真是不一般。我的妈妈真是不一般。嗯。然后你说，这就是人家所说的，我同仙人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这就是人家所说的，我跟仙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哎，对，你说我更应该珍惜这个余下来的二十年。我更应该珍惜余下来的二十年。嗯。如果妈妈你愿意给我24年、28年的话，或者32年的话，甚至48年的话，我心里更满足。因为看到那个眼前呢、啊，刚才不是说20嘛，他数字一直上去啊，一直上去啊，48、52都出现了，到了52，现在到了56了，然后78了。娘子，你赶紧说，我也没那么贪心。我也没那么贪心。哎，我也没那么贪心。嗯，但是至少我在想我妈妈的时候，有妈妈在我身边。嗯，哦，这样的呢，72推到48了，然后推到36了，推到25了，那个数字就像一个计数器在变，24、23、22、21、20，你说有20我也满足了。哎，给我20也满足了。就20我也满足了。哎，我也不贪心。我也不贪心。
如果在28那边，那我就好好的陪伴我妈妈。28。哎，对，如果到28，如果你妈妈再有28年了吧？因为说28的时候，你看看，说了28的时候又跳到32了，你知道吧？啊，你说啊？你说应该老天会帮我的。哎，老天会帮我的，为什么呢？就很奇怪，刚才那一念响的时候，他就会数字往上涨，你知道吧？那数字不断跳到72多个，然后呢，慢慢回，就刚才我一说，可能就数字到了36又往下一点，但那20肯定是的。后来一次啊，到了20啊，都没跳到20，你知道吧？还可以有愿望，还可以往上涨的意思，我感觉到。你说老天会帮我的。哎，老天会帮我的。老天会帮我的。哎，你说，仙家门就神仙的仙，家庭的家，就大家都仙了，因为你妈妈边上好多好多仙嘛，就天上的东西，反正你就说仙家门。你们借给我20多年时间。仙家门，你们借给我20多年时间。哎，让妈妈好好陪伴我。让妈妈好好陪伴我。哎。让我也好好陪伴妈妈。让我也好好陪伴妈妈。你们天上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人间的苦。你们天上的不知道我们人间的苦。我们刚脱离了前面的政治灾难。我们刚脱离了前面的政治灾难。好不容易生活安定了。好不容易生活安定了。我想让我和妈妈都待在一起。一说以后，你妈妈还飘回来，在水面上呢。在水面上就像个大的湖啊，感觉那个你妈妈在一个大的湖里边，就被那些那个仙啊、鹤啊，就你带到那湖里边去了，你知道吗？像躺在那边，就像躺在那边。你就是你妈妈现在就躺在那个帐篷是躺在那边啊，但是那个意识跟那个灵魂呢，被他们带到湖边上去了，就。从他们一起的，然后这么一说以后，他慢慢像飘回来的，就像这个湖边，哎，就慢慢飘回来的。你说妈妈，我一直在这边等着你啊。妈妈，我一直在这边等着你。对，那个飘回来速度越来越快了，越来越快了，速度。妈妈，我一直等着你。妈妈，我一直等着你。哎，我一直等着你。我一直等着你。对，我等着你站起来，不是躺在那边。哎，你妈妈一直躺在那边，是被那些仙呐、鹤啊、天上的都带着他的，一直带着他们。你说我希望你站起来。妈妈，我希望你站起来。哎，站起来的时候，谁就陪到你了，你明白意思吧？站起来的时候表示陪到你的，躺在那边的时候表示被那些天上的那些带着呢。然后就相当于现在就。现在就像住在这里吧，住在这里也是。哎，你对你妈妈说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哎呀，我太粗心了。我太粗心了。我陪伴你太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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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所以被天上的那些姐妹接走了。对，差点被天上的姐妹接走了。哎。我陪伴你太少了，所以被那些天上的姐妹接走了。我陪伴你太少了，所以被天上的姐接走了。天上的姐妹啊，那个天上的姐妹是接走她，也不是害她啊。她觉得你不陪你妈妈，陪你妈妈太少嘛。他们觉得那既然没人陪的话，他们陪你妈妈了，明白意思吗？然后你说我以后我会好好陪伴你。以后我会好好陪伴你。至少在20年，我会很用心的陪伴你。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这个道理对人家不适用了，因为人家并没有那种仙呐、天上来的陪伴嘛。是你家是因为你妈妈有那些陪伴。你说我不认真陪伴你，人家会来夺走我的爱。我不认真陪伴你，人家会来夺走你的爱。得罪我的爱。夺走我的爱。如果我不好好的陪伴你，人家会来夺走我的爱。
哎，然后这边看到你妈妈嘛，现在你看到你女儿，你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你的女儿说，如果我被不好好的陪伴你的话，也会被人家夺走我的爱。也就是说，就是很类似嘛，这边是妈妈，这边女儿。这边妈妈有那个天上人来陪伴，女儿也会有其他人会来陪伴，所以呢，你现在你要看紧一点，旅客，就这个意思，就多关心他们，多关心一点。哎，这么一来，就你那女儿同你妈妈之间呢，也慢慢靠近了。他们一靠近，意味着也就是你把他们拉紧了，你们三个人呢，就三代人呢，关系更紧密了。原来你很忙啊，没顾上这些。没顾上这些的时候，被那些姐妹就带着走了，包括你女儿，你没有太空关心的话，她有她的伙伴，她有前世今生的伙伴，也会远离你。你说我现在明白了，我这辈子，哎，这辈子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陪伴好两边。很重要的事就陪伴着。妈妈和你啊，挣钱只是一个生存手段，不是一个目标。我现在搞错了，我把那个挣钱当成一个目标看待了。对，想到这个时候，你把那个白鸡啊，刚才我放上去的那个白鸡啊，也拿下来了，白的鸡啊。哎，这个时候就把那个白的鸡拿下来了，拿下来了。我们轻，你说我们轻松一点，哎，轻松一点。我如果也不要了，哎，如果就是你那个设计的标志也不要了，标志不要了。不是，你先这样，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对，刚才不是一个凤嘛，凤，然后换了个鸡嘛。现在你刚才那个鸡也拿下来，这个是自然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你不用太紧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太累了，不要太当个明确了，因为一个标志放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一个奋斗目标在那边。现在你把那个标志拿下来，不要设计一个奋斗目标，但是你脑袋里有个目标呢，就是多陪伴着妈妈，和多陪伴着女儿。是这个意思，明白意思了吧？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你不是先说不要那个鸡放上去，我也不懂，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先放上去吧，这是自然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把那个白鸡也拿下来了，然后那个招牌上既没有那个凤啊，也没有那个鸡啊，那这样人轻松了，你知道吧？人就轻松了，所以呢，轻松的时候呢，很容易回到家庭里面。那个标志一出以后，就有个奋斗目标在那里边的话，就是人啊，活得不轻松啊。一不轻松的话，就被那边吸引掉的话，就那边忽视掉的话，那些凤啊仙过来就陪你妈妈去了。啊，是这么一回事啊。我终于看明白了，我终于看明白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后面句话它很重要。你如果现在明白了，我不要做那个人物了，不要那个标志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真的不？很有分量的这句话，不是叫你关，没叫你关门，明白吧？没叫你关门，只是把这个标志标了。虽然你一开始有点不习惯，但是一旦没有这个标志以后，你人轻松了，知道吧？轻松了以后就陪着你妈妈意念当中嘛，意念过来了，不然意念被那个凤凰带走了，你知道吧？被凤凰拉走的意念，被它一拉走以后，你就那个心思不在你妈妈和女儿这边了。不在这边的时候，他们就趁机来陪伴他们了。然后没有那个标志的时候，你的意念在这里，在这里一刻，他们也不好意思来抢你妈妈的，明白吧？他们也不来抢了，这边也不抢你女儿了。哎呀，这么复杂呀，这么复杂的一个道理啊！其实也很简单。实际上很简单，就是那句话，其实很简单。你说实际上很简单。
哎，我要好好陪伴妈妈，哎，对，好好陪伴妈妈和女儿。哦，然后说到这个时候，那些仙呐鹤都走了，都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厨房那个厨师啊，穿着白色衣服的，还戴着帽子的。他说了那个厨师啊，厨师说了一句话：“我头上没有顶着这个东西的话，我也轻松了。头上顶着的是那个凤嘛。”因为他顶着就这个炉火啊，在那边，他顶着这个的时候，他也很紧张，你知道吧？感觉无形当中有种紧张了。然后没有这个标志，他说他也轻松了。哦，那些厨师也有空多陪陪他的妈妈了。他的妈妈那些厨师啊，他的妈妈感觉到那个人轻松以后，意念当中也会同你妈妈沟通啊。人间的力量把你妈妈拉回来，明白意思吧？哎，就现在厨师的家庭生活轻松以后啊，自然而然同你妈妈的意识也联系到一块了。一联系以后就相当于人的力量大，就把你妈妈的意念都拉回来了。哎，就像这边一个团队把你妈妈拉回来了，不然的话，那边的团队很强啊，那边呢，那些仙啊鹤啊，数量太多了。然后那个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大堂里啊，那个写菜单的那些那个小女孩呀、啊，也不是小女孩，反正那个点菜的也不是小女孩，点菜的那个，他说头上没有了那个东西，我也轻松了，哎，他们也轻松了，所以呢，他们一下班以后也可以马上就回家了，一到下班以后，他们马上就回家了。哎，他的妈妈也很开心，他妈妈很开心，一个反馈给你妈妈，你妈妈也很开心，啊，又有人来拉你妈妈了。好，然后有一个小伙子挖兔子的，头上看到那个凤尾巴，他也轻松了，一下班以后，把那个抹布一丢啊，也回家了，回家陪他妈妈以后，他妈妈一幸福以后，把这样的幸福又给到你妈妈了，哎。这样的动作不断做，不断做，不断做的时候，终于，你妈妈身边的人间的力量啊，超过了天上的力量，啊，终于人间的力量超过了天上的力量，你妈妈就做起来了，现在做起来了，做起来，她说啊，我看到好多仙鹤，你妈妈说看到好多仙鹤，你对她说，是的。哎，你确实看到了很多仙鹤，哎，这不是幻觉啊，哎，是我们太疏忽了，哎，所以啊，我们没有陪伴好你，所以啊，那些仙鹤来陪你了，现在。你那些员工啊，一到下班时间，一回家以后，他的妈妈、爸爸妈妈开心了，就相当于这样的氛围，把你妈妈围成一个圈呐、啊。你妈妈在这里啊，你的员工的父母之类的，他的这个是信念、意念啊，形成一个牢牢的一个场啊，相当于一个大池塘一样的，一圈一个大，一圈一个大的，是把那些仙的鹤都圈到外面去了，明白吧？原来他紧挨着你妈妈很多。现在那种人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这个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后，那个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后，那些仙啊鹤啊，你感受不到你妈妈力量了，就像是超过既定距离和那个吸引力就不够了，不够了，所以他们就走了。他们也说是我们28年以后再见吧，那些很无奈的那些，他说我们28年。以后再见嘛，那仙鹤啊，对着你妈妈说，我们28年以后再见吧。哎，然后呢，随着你那些员工啊，更多的考虑到，家庭一个，那个圈子更大一个，那仙鹤感觉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没那么亲了。他们说30年以后见，48年以后见都无所谓了。哦，明白，原来是把你妈妈。
一直损他，这个嘴巴都伸到他耳朵里说话去了嘛。现在他觉得无所谓了，48年、52年、56年都无所谓了，78年也无所谓了。啊，终于断开了，终于把这里断开了。终于把这里断开了，已经把那个心和世界的童年妈妈断开了。哦，那我这里我看到那个缝啊，真的不要了，那个缝真的不要了。好。回头我就把它取消。太神奇了。这以前是天界仙界的事情。对，你妈妈是那个，我都没想到，太厉害了。我妈妈有个弟弟。取了一个鹤字叫红林，他们两个关系比较好，就是鹤的那个鹤。红鹤林，林，就是好像有很多仙鹤的那个意思。树林的林是吧？哦，是红鹤林，是你妈妈的弟弟啊？弟弟，小的弟弟。哦，他们两个关系比较好。哎呀，那这起名字也不是偶然的。啊、哦。哎呦，难怪我看到那么多鹤。哎呀，我告诉你，我满眼看到都是鹤呀，现在。当然。哎，对，就是说那个，就像那个电影呢、就像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两个场景就重叠到一块嘛。现在就是重叠到一块的那个场景啊，就满眼都是鹤呀。满眼都是鹤，但是因为你用你的力量已经把你妈妈拉回来，从那些已经分开了。因为那个刚才一开始我说在湖面上嘛，都是那个鹤嘛。你妈妈从这里已经挪开了，挪到这里来了。挪到这里，当然我在满眼再看过去之外，那边还有满世界都是鹤。但你妈妈你不在那鹤里边，在这里，但鹤还在那边嘛。虽然我刚才说的你走了嘛，走了以后，但是我现在再看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就像电影里回放镜头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没有你妈妈在那边的满世界都是鹤的那个场景呀，这边，哎呀，满眼都是啊。那个鹤，那个脚细细的，长长的。上面是白的，下面一截有一截黑的，这边有一截黑的，这边有一截黑的，我原来没仔细看。哦，难怪叫仙鹤，仙鹤，那鹤也是天上的。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人间的，实际上有天上的鹤，有人间的鹤，有两种嘛。但是天上的鹤多。天上的多啊，太厉害了。真的仙境了。然后现在我又回到第一幕了，那个招牌上面，现在就没有那个凤凰，没有那个凤凰的是吧？那个凤凰有时候会来看一眼，原来有他那个嘛，他看一眼没有他那个照片在上面，他就走了。刚才他回来看了一眼，因为没有他照片了嘛。他就走开了。哎，怎么会这样呢？哎呦，我现在满世界看到都是那个鸟类呀，都是那飞的那个。就是凤凰，又是仙鹤的啊。啊，对，满眼都是，这鸡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白色的一个鸡，傻傻的，就又笨又傻。就是那种鸡都是腿细，身体比较瘦长嘛。从他们比起来，那个鸡好肥呀、你知道吧？因为他们鸡短嘛，短比起来就好肥，一个鸡又这样一短以后，就从他们比起来感觉很笨，你知道吧？所以我就现在就这个鸡只能叫笨鸡了，我就看到一个笨鸡啊，其他都很灵敏的，又小又细，你知道吧？其他的，其他都比较瘦长的那个。它伸到水里，在后面看不见了，伸到水里了。你说下面的脚掌是吧？对呀、下面看不见了，我只看到。你说黑的。黑的是那个，就是那个腿地上面，从那个毛啊，从上面那个身体接触的部位的那个毛有一点黑的，不是脚，是毛，羽毛啊，下面的羽毛，你倒是看看图片上有没有这样的。我现在看到的。
就那个角。我现在在想，我妈妈那个角是黑了吗？红斑啊。它天鹤的脚掌是黑的。啊。对，下面看不到，我应该看到黑的在这里呢，就现在这个部位黑的呢，这个部位和这个部位黑的呢。那也有可能还接近这个意思啊，烤出仙鹤呀。这个地方，这个两侧往下就黑的，上面是白的，知道了吧？上面白的，就这个地方是黑的，毛是黑的。哎，对，哎，因为那个毛重了，我看得清的。那个腿远了以后，我就看不清楚那个什么颜色了。腿我看不清颜色，但是那个地方是黑的，我看得清楚了。哎，那有可能同那个腿也有关系啊，让看到黑色嘛，提醒那个事情嘛。哎，你反应快，我现在就没动脑筋，就只是盯着那个看嘛，反正满眼都是。那说不定他走，那个鹤走开的时候就正常了。我猜想啊，不知道啊。反正现在我看到的那种，现在我看到的鹤都是两个两个的，大鹤。刚才看到一个，刚才一个塞到你哦，刚才塞到你妈妈耳朵里是一个大的，其他小的我都后来才飞起来我才看到。现在我看到的都是两个两个的，在这个地方，哎，对对的。被你猜到了，有可能真的是夫妻啊，因为这边都是一对一对的嘛，他肯定落单了才找到你妈妈，但是我不敢说夫妻，因为一说夫妻他不让，你知道吧？我说姐妹嘛，姐妹们那没有说不让的道理，你知道吧？你想到了，你想到了，当时你一下子就想到这个意思了，因为我看到小仙鹤嘛，很多小仙鹤，那肯定是妈妈生的小仙鹤。这是一个。在咬在你妈妈耳朵右边耳朵那个是一个落单的，就是只剩了单独的一个的鹤，因为我到这边刚才从一边聊一边说的时候，我看到都两个两个一块的嘛，我才反应过来，它是落单的只剩了一个嘛，是不是要找你妈妈去了？你后来你同他协商说借个几十年给你他也就走了。反正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嘛。现在我看到了，现在我看到的还是蛮，那那现在看到的场景，刚才是看在湖面上嘛，在湖看到湖水啊。现在我看到那个场景是在湖水的上面，哎，满天世界都是那个仙鹤呀，满天世界都是仙鹤呀。那个，你说你们可以退远一点吧？天鹤，你们可以退远一哎，对，不然那蒙古满眼世界都是，你退远一点的。你们退远一点哎，吧。你说宇宙那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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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地球小小的，我们地球小小的，没办法同你们比。没办法同你们比。对，这句话一说以后，就那些慢慢眼前那个满天世界的就退走了。哦，现在真的退掉了。刚才我就是刚才一个不退，你知道吧？满天世界都是啊。现在我看到湖面上都没了，一个也没了，都走了，退掉了。现在退掉了，退掉了。现在我只看到你妈妈、你女儿。现在只看到三个人，那些全退掉了，现在全退掉了，那些全退掉了。你妈妈，你女儿，这个是只表示那个三代人的意思。那些都退久了，现在我眼光里一光都看不见他们了。偶然看到天上乌云的时候，一滚一下子，脑袋里会想到那个仙鹤的事啊，其他就没有了。这也是想，不是看到，现在眼前都没了，都没了。
现在看不到了，没东西了，没东西了。看到妈妈吗？哎，她在那边。你们三个人在这边，你们就三个人在这边。我说的看不见的，就是那个仙界的都走开了，都走了。因为刚才不是我说满眼满天世界满眼看到的都是吗？现在没了。嗯。现在就看到我自己。哎。哎，对，现在我看到我自己了。现在看到我自己了，我就在这个房间里，我看到我自己了，你又回来了，从那个场景里都回来了，现在已经结束了，回到我自己了，已经，我也神游了一番的跟着你了，但是你的角色是我还是谁呀？被感动，是你呀，你是我，哎，那是你呀。那是你的不，那是我，那是你啊！所以感动的，我感动的就是100%是你啊！刚才的角色就是你和你家的看到了，后来我说回来，我是看到我自己，现在是我自己了，现在回到我自己了。哎，那时候是你家的是和你啊，那里边虽然我的说话，但都不代表我刚才。我说我变成我自己站在这里的那个时候开始才是我，因为那个镜头我没调过来，但我录像上有，过后我给你看，录像没有是对在我这边的。我知道，我能感受得到。我事后才反应过来，没有对着。我能感受得到。不过这样，哎呀，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挺享受的，很感动啊。我现在把它关掉，后面的刚才把它关掉了，可以吧？
讨论这道关掉啊。